那么这个我现在又说明一下，说明一下，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众生周边的这个财产物资，那么这个财产就是说金钱啦，还是说动产不动产的这个物质物件，这个其实是烦恼，种种烦恼跟罪业的因缘。我们有钱也艰苦，我跟你说有钱有什么烦恼，为什么有钱烦恼？因为有钱会造业，我们听哦，有钱的人造业越强哦。今天如果你若是没钱，你要说叫你去花天酒地，你就没钱，你不敢去，这样了解哦。所以有钱的人颠倒到花天酒地，所以这个叫做种种烦恼罪业的因缘。但是没钱呢，没钱会造业，没钱会贪。今天如果说这个心胸放开不开，放不开的话，你看别人有，你没有，你就会想，会想你怎么会怨叹，会怨天尤人，怨爸怨母，跟你阿母留一块给你，听到没有？有的都这样跟我说，说我老爸很不好的啦，阿母给我放一块，哈哈哈哈，这样呢，有的都这样跟我说，那是以前没出家务的，在朋友啦，哈，拢好我就安尼拼啦，有时拢拼到连三碗饭都无。因就讲你今仔日有这个福，啊，恁老爸啊有欠你，安听好无？恁老爸若无欠你，伊就无通放互你啦。恁老爸若有欠你，就会放一块互你。啊，唔过若要五祖公啊善吼，注意我即摆甲恁问一句话：祖德的庇荫，就是这个人间福报的庇荫，对咱好啊歹？我请问注意。我跟你讲无好，安怎无好呢？会颠倒害死你。安怎害死你？因为祖德之阴，我像个树啊卡吼，安尼下面的树啊大未起来。我讲你听有无？因为无阳光啊，吼、哦。所以今仔日祖公啊放偌济予你，就是恁祖公啊有欠你。那是恁祖公啊无欠你呢？恁祖公啊无通放予你，伊就甲你，譬如讲阿公啊放予阿爸，对不对？那么阿公啊，若欠阿爸，伊就放予阿爸。不过阿爸无放予囝呢，那么到第二世就咧开了，因为你唔免想，因为我都无欠你啊，都无欠第三世嘛。安听有吼？所以今仔日若是讲要五祖公啊善，我跟你讲，那像咱这有钱的人吼，在企业家，伊在主地拢纠纷，因为恁看新闻应该是不时拢会看到啊，拢冤家相拍，吼。这是真正的代志啊！但是啊，搁有人讲祖公放好，伊讲我十地人食袂了，一日开偌济槟榔钱，开四五万的槟榔钱。你甲看，要叫伊去做事业，伊做会落，要袂落啊？那么这种的人是安怎？是只有食饱等死安尼尔？是毋是安尼？都开嘛，因为阮祖公放只，我十地人开袂了，我只尽量甲开，伊要搁错，伊都唔免做啊。安尼一开开了，一摆日来死去了，对了恶道去。所以唔该，即句话灾问，种种烦恼甲罪业的因缘啦。所以你唔通心善啦，那是兄弟啊有财产，注意你唔免特地计较。人讲好查甫囝吼，袂等老爸的作业，听好无？那好的查甫囝，袂等许多人放好我，讲得爱偌济计算好我，免安尼想。吼、哦，注意记了哦，查甫人哦，你家己爱去努力，安尼较对，唔免计唔该。所以兄弟姊妹有财产要分哦，我咧讲凊彩，恁要爱恁摕，吼、哦，恁若认为讲一份要互我，甲互我就好，唔免特地去计较，因为祖公啊业记袂掉啦，听好无？恁若无福报记袂掉，有诶讲啊，我有即个财产，我来做事业啊，但是你做事业，恁着做会发展，你着无迄个福分，恁哪做会发展？听吼，佫较济，互你嘛开了了。你也注意哦，就是你本身有迄个福分，伫人间福内底，你有只福分，你毋敢记会掉。若无你哪有？结果你是结害死你个尔嘛。所以我即马甲咱注意讲一个啦。你若今仔放有两千万互你吼，互恁囝啦，一个甲放两千万。啊，恁囝今生个福分，譬如讲有五千万个福分，你放两千万吼，伊都减落来几啊年？对不对？你想看嘛？因为伊五千万的福分尔咧，所以伊都搁在努力三千万咧。如果你若放五千万给伊呢，伊福分五千万开了去了，伊都无啊嘛。所以你不如
接一寡德，安尼较重要。恁若要同意，恁就安尼甲做；啊，若无同意，就恁家己讲啊，事我讲，事我讲讲，迄都唔知对啊，唔对啊，吼。恁可能会安尼想嘛？因为你今仔放好一点都减努力咧，等于害死你的子孙啊！唔免就安尼，我认为讲唔免就安尼。吼、哦，即马白手仙家的在大财发对一个因祖公啊放好，所以这白手仙家的人，若有福报，我跟你讲，偌济都老掉咧。无福报以上，你佫何里安尼安尼逆安尼逆，我的逆逆也是一苦人，穿短裤去走大路。我讲穿短裤走大路，较早迄个拖人力车，迄无拢穿短裤，吼、哦，啊两支手往里啊直直拼，直直拼，伊无福报，你都无安尼，都袂过日啦。吼、哦，爱了解哈，所以这人家讲，财务是种种烦恼罪业因缘，那是会当乞丐哦。哈、哦，咱谈到有给讲啥，这个是布施啦哈，这个是讲你若知影彻底了解这，你应该安怎做？啊！那搁在世界搁达到禅定智慧，这个种种的善法，因为贪多，迄个就是罪业因缘是灾物。即马你今仔日，咱大家已经入到这个三宝内底，咱才一定爱修改，是不是搁达到禅定？哦，啊，搁达到这个智慧，这个叫做戒定慧哦。头一头前，这个讲的这内容相像哈，这个是涅槃的因缘，世界禅定智慧，将来可以让达到不生不灭。这涅槃的解脱不生不灭啦，所以这三项就是具足了，你就会当涅槃，吼、哦。所以伊是故啦，那用安尼来甲讲，财物是应自弃，何况祸福殿中而不布施呢？譬如讲财物啦、啊，咱慢想贪着，因为贪着是累赘，所以当初这个叫忘记事，注重因祖公放好伊的七大尊的珠宝。拢客气，拢在大海里。吼、哦，即咱有看即个个大德的即个典故，就知影我有讲过啊。所以现在甲咱讲讲财物，注意。总共和你讲，拢卖自弃，你留一寡生活本，这是必然爱的。吼、哦，因为有生之年你无生活袂使啊。吼、哦，但是爱少福俭用。那是安尼话呢？安尼较对。所以伊较讲呢，有一种人是伫即个好的福田中。啊！你唔布施，安尼就无对啊。所以这个积财、建财，你对了啦。你若会晓布施，啊，搁再会晓修持戒、禅定、甲智慧，你将来一定解脱嘛。啊，若无你伫六道内底继续轮回，安尼尔，吼、哦。那么这个就是《大智度论》龙树菩萨讲的，吼、哦。今仔日若无听经闻法吼，实在讲啦。一世人去过，有哪无啥物意义？啊，若是已经有皈依入三宝，你阁无听经闻法，你来世嘛是对了，这是必然的。哦，佛陀今仔日讲经四十九年，就是要引导咱众生未来真正解脱。啊，到无要听经变怎解脱？这个法都唔怕变怎解脱？吼、哦，所以一定爱听经。那么这个净一阿含内底是给讲安尼，讲佛在世的时阵呐，哈，佛在世的时阵，这个舍卫城有一位中者，这个中者呢叫做菩提啦。但是这个菩提中者，伊的财产有无量，就等于真多真多，所以这个叫做无量嘛。但是伊的金银嘛无量，哈、哦。但是伊的厝虽然真富有。唔过呢，伊坚韧不懈，一毛不拔，连家己的衫裤啊，加这个饮食咯，拢总真粗咯。就是讲欠甲连食啊少啊，穿衫啊简单安尼，凊彩穿穿的啊，凊彩食食。但是伊对伊的某囝，即嘛是伊妻子吼，就是伊的太太哈，无附带住。无附带这个囝，因为伊无后生查囝，伊对因的某嘛是真个刻薄，甚至呢就是这个兄弟姊妹这个惯相，也是伊个请的这个奴婢，也是讲朋友，伊拢真刻薄，甚至出家人来要甲伊吐薄，伊嘛唔肯，都一个人也未出一安尼，吼、哦。那么伊呢，搁再有一个邪见，邪见就是讲对这个佛陀无相信的意思。啊，所断掉
这个现金准登去。那么呢，因为伊无后生无查某囝，所以伊命终了后，在财产拢去予官吏官，就是讲这个政府甲没收去。因为伊都无财产呢，无相熟的人，所以就充公。充公了后呢，这个当时都这个波斯列王来清点的，哈、哦。那么波斯列王来清点到这位波提的财产了后呢，准去到佛陀的这个道场里。那么伊就甲问佛陀讲，这个波提到底伊的前因是安怎？为什么伊今生的后果安呢？伊前因是做什么业？啊，今仔日较有遮尔济福报，这个金钱遮济，吼、哦，啊是伊搁在做什么业？较会今仔日拢无半个后生查某囝，啊，伊在困海财产皆受苦尔嘛？安、啊、听吼、哦，因为伊都不爱用，不爱用，唔肯用，唔敢用，那么只有过海物件，那就一个修斋罗岗意思啊。那么安尼呢，佛陀较甲讲，讲这个菩提种子伊福尽。今仔日已经复尽了，但是因为伊都无做到善业，甚至搁再起邪见，唔肯来布施，搁再唔肯来信佛法，这个、叫做邪见啊。所以伊断掉，迄、那个善根已经断去，伊即马命中了已经坠落伫这个叫做啼哭地狱里啦，这个叫做大哀叫地狱。哈、哦。那么佛陀他讲，这个菩提的前因是安怎样的？过去，这个第三佛、第十佛的时代，这类中者就是出生，原来是伫这个社会国这个点人者，就是一出世这个所在离无偌远啦，哈、哦。那么伊就是一个农家的子弟，农家的子弟呢，但是有一天有一位辟支佛来因厝的门口给伊吐破，甲乞食。那么这类农家的子弟呢，就捧一碗饭来供养伊安尼。那么捧一碗饭来供养伊了后呢，这个辟支佛得到食了后，即时飞去咧空中咧。那么这个农家的子弟看到伊即时就将这个一碗半的饭，一碗饭布施予辟支佛，伊准伫遐发愿回向。发愿回向了，伊讲我今仔日种这个善根。我希望以后哦，吼生生世世，我卖堕落三恶道，甚至呢，我阿要搁真济财产安尼，吼、哦，伊就发这个心愿出来，迄、那个叫做啥功德回向，安怎吼，搁别回向，就功德回向，就回向安尼。但是布施发愿了哦，系啊，伊心里搁变啊，就讲啊未来的代志都未来啊，我布施安尼嘛无一定对啊。所以我不如用这物件，让我内底再请下这路边啊，安尼伊煞搁在反悔心。所以伊较搁讲一句讲，我无应该吼，注重这碗饭来，让这个光头的沙文啊，秃头就讲光头嘛，安听吼？就讲我无应该注重这碗饭来让这个秃头的沙文，因为迄个辟支佛有那是出家众，剃度的出家众，但是伊的境界就是达到严格。所以它叫做辟支佛啊，哈、哦。那么伊这个就是前因两种，一种是心好，一种是心好了，搁再变心安尼，两种的心。所以佛陀较搁讲啊，讲这个菩提中者，因为过去伫迦叶佛的时代，伊有施予这个辟支佛的食物，甚至搁从这个功德发愿回向，发愿回向讲伊未来所生的所在要施上有真济财宝安尼，卖缺乏。所以因为伊布施了后，搁再生后悔的心，所以所生之处虽然咯极富有，唔过呢，伊袂当受用在财富的快乐安尼。人有钱是会用用嘛吼？你甲看有钱人讲，伊的心性是讲我爱来学衫裤，安尼伊个心性吼。啊，有讲有钱我爱来学一寡珠宝，安尼伊个心性。啊，有钱讲我来做作内底，安尼嘛是心性啊。听吼，啊有诶有钱人是讲我诶心情，我就是讲爱买来甲开来啉甲拨安尼。但是呢，因为这类菩提中者之类呢，在拢总未向，因为伊是必修在咯，有在财产是无唔对，但是拢甲修掉咧，过掉咧，拢总无开。吼、哦，无太太要用也无，朋友亲戚要用也拢总无安尼，吼、哦，所以伊毋敢讲不得受用财富之乐。
但是因为伊坚守守护，连家己诶衫裤都毋愿买，我那穿个破破烂烂，安尼那想，人家讲有钱都有钱，啊，都乞食性命，安听吼，有无？有种人有无？哈，就是安尼乞食性命。所以伊家己顾在，伊连家己诶食、家己穿，吼、哦，伊也毋肯浪费，啊，搁再来，伊也毋肯暴死，啊，搁再毋肯互家己诶某囝灌输朋友，啊，毋肯暴死哦，即个出家人。所以呢，伊卡去讲安尼，这个典故讲了，伊甲这个菩萨利王讲了，讲是故智者，讲那是有智慧的人哦，看到这因缘啊，这种的因缘，应该布施的布施，爱生清净心，好、哦，唔通阁后悔哦，哈、哦，这是这个问题。那是听到这段因缘，那是有灾物，好、哦，应当布施，唔通生到这个坚忍心安尼。注意，咱佛陀有甲咱教哈，安怎教呢？我即有讲过啊。譬如讲，今仔今生今世，你进一月日，准讲，互你有赚三万块安尼。三万块，但是你爱消耗个，俭俭啊用。比如三万块，我俭俭啊用，我一个家庭的费用都有两万块，安得开销会得啦。但是呢，佛陀有甲咱教一个方法，即五千爱俭起来。五千俭起来呢，你一定爱看你要安怎分做二分之。还是要甲分做三分，其中一分你家己甲欠咧，欠咧邮局也好，银行也好，安怎样吼？因为有时阵咱的厝内大细汉未平安，你要看病，临时都有钱。那么搁在另外呢，你家己甲寄，寄到未来呢？因为咱未来这个生命无限啦，听有无？那么你当然，你若是搁出生来人间了。你迄个灾祸就带来，因为你过去有欠，我讲你听有无？啊，那无吼，你后出是有那贫穷啦，因为你无带灾祸来啊，听有无？啊，你那是有带灾祸来，咱凡事就欠一点，要等你，互你用啊嘛，听有无？啊，那无就没有啊，你搁较命嘛拼无？所以佛陀是甲咱讲安尼，你就甲藏在三宝里，和这个三宝去弘法利生，你福报未来就无穷无尽。所以你甲分做两分，譬如讲，我到今生今世，我到一个月就赚剩五千块尔，无我到两千五甲寄邮局，两千五我得甲三宝甲布施，和三宝去发展，迄、那个未来会好无量。吼、哦，这是佛陀甲咱教的方法，你若要听就安尼做，啊若唔听你做你甲做修斋咯，吼、哦，啊修斋咯你甲修咧哦，你搁直直欠直直欠，欠到尾后啥物人？哦，你的囝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的囝哪会当保守？我都差不多已经讲迄个公式过啊。那无呢？你到要死亡的时阵啊，你数字加起来，哦啊，欢喜哦！我这世人都欠一千五百万，要创啥？你也无用着啦。哈、哦！啊，你一千五百万，你藏咧，都囝给你开掉，你后福阁无咧？安尼有较偏无？无较偏啊？哈、哦！所以注意这个公式吼，两种公式，你甲欠咧，欠讲你摆只银行伫里夹，夹到你要死的时阵，叫你个囝起来，你看，阿爸要看我今生欠偌济，起来你是变啦，有啦，即人后壁迄债主计单要退啊，债主啥物人？你个后生查某囝，啊，你个后生查某囝单要退，佫会冤家娘济哦，佫会受怕哦，吼、哦，你敢知影？吼、哦，你都用无着咧，啊，你就安尼欠欠欠。有的人连欠到啥感冒都唔肯互看，我讲你家买两粒便药来吃就好，啊，那多运气去欠到吃吃就好去，那运气那未通，煞愈严重，到尾开大条嘛。安尼恁知影这个代志，所以注意你今仔日修改，你的下半世哦，都无这个啰嗦代志，因为你业障去断嘛。你修改你后半世，你的人生都无这恶毒情伤，你阁有去忏悔礼佛，安尼自然你的人生后半世就光明。那么你下趟个布施，就无再啰嗦代志。好、哦，那么来世有戒，都有布施，你是一个有才、个有智慧的人。好、哦，一定爱了解这个道理啊。好、哦，安怎样哈？所以这个在用客气讲安尼，讲着有财物应当布施，卖生这个坚忍心。搁再另外，你要布施的时阵，你应该爱欢欢喜喜。双手去给人安尼，注意，那是你的积福的点呢。你唔通唔情愿咯，
你若唔监管，就无迄个效果啊。我较早还袂出家哦，去五地处剃头。我阁讲一遍，即我讲过啊。这个心给我印象真深。安怎样来去剃头？黄昏去时阵去剃头啊？拄啊一个迄个女将哦，头五十几岁，剃一点过了，拄啊对剃头间遐过，底下计甲伊伸长手。那么计甲剃头，这个女将，这个是妈妈，准叫因查某囝，因查某囝伫伊啊遐个坐。讲某某人，你摕十块给伊安尼，甲叫三声，甲提起来。起来，即马伊就摕十块去到伊遐讲打安尼，即句打出大声哦，安听吼、哦。但是入来了后，伊心就无平哦，迄个饿饿死，吼、哦，好脚好手也唔去谈，迄个饿饿死安尼。注意，我甲你讲，这恶报真重哦，你要相信无？即马自我即马甲咱提起一项代志啦哈，我当时想着。我今日如果迄个女性，那是这个囡仔的过去的妈妈，我你讲唔是无可能哦，这是真正的代志哦。今日伊家己的妈妈流浪做乞丐，无心何忍？那是今日有天眼的话，咱看到这个情形，是的，讲个苦来吃的，哈，就讲。都真心要甲苦来做伙来甲饲啊，为什么摕十块银买好伊？搁在迄个心地遮尔无单纯，吼、哦！搁在一点，如果这个囡仔把这个大汉换到伊去共分，又是安怎？有可能无？我讲有可能，因为这种的健谈后半世无一定好过日，听好无？所以这句话就讲你。有死有给报死的这个机会，你要自心亲手奉无，真欢喜来客户伊。但是客户不是安尼就好哦，注意一定爱搁在功德回向哦。你敢捌这个道理啊？我今仔日这个报死的善德，在功德要搁回向给对方，予伊较紧通个得到善德，通个解脱贫穷哦。你哪会用安尼做哦？所以这个功德回来对你那边安尼做，这个结未来，而且个因果相还，你敢知影是安尼呢？因果去相应，因为今仔日你客钱讲赞助，今仔日伊这个人受你赞助，你袂用回用，伊白日爱去回报给你啊！我讲恁听好无？这个因果主人爱回报给你，哈、哦？那安尼来到底因果个延续，因果安怎又回报给你？譬如讲。你今仔日只讲赞助过，遐赞助过，遐赞助过，你袂用回向，别只即阵人来甲你斗经营事业互你安尼。我讲你听有吧哈？你若开工厂，开一个即、這个机构，伊才倒来做你的工人甲职员嘛，来甲你斗趁钱行李啊。那安尼即个因果会搁再甜落，所以你甲回向，因为爱清净的即个布施心，别只人卖搁结即个因果相甜。让他得到善德了后，让他下健贪，让他含三宝结缘，这两点重要，爱随发心回向，功德回向给对方，让对方下健贪，成福报，啊，搁再来入三宝这个好因缘安尼，安尼来这段拄啊叫做等缘，等缘伊会当入三宝，白者你若是有机会说法，伊就来甲你扶持，伊一定会来甲你扶持。因为你有真因在遐，不过所结的因缘是三宝因缘，伊绝对来给你扶持你，让你这个修行增强到这个功德，增强到这个功力，这必然的嘛。哈、哦，所以这个金刚经唔敢讲应无所住，行无布施嘛，对哈、哦？这句话应该我时常去讲给咱听，所以今来点敢讲施意哦，你已经布施过，你唔通。你爱欢喜，唔通搁再生后悔心哦。你甲看迄个查囡仔，到底迄我讲话了十八九岁呢，安尼入来甲内底念十几句啦。哦，我听着有够艰苦。伊妈妈点点也无甲印啥，伫五地厝遐剃头经。即块录音带，互因遐放出来，影带放出来，因若听着可能伊就有即个印象，因为我好剃头，伊一定捌我。啊！我去讲，应该讲什么人，伊嘛应该知影。安听吼，互伊后悔一下啦。
千万唔通安尼。那安尼的心理要摆起来，这个查囡仔有哪有可能做乞丐出去干本？你听无？因为这个无好，十块银来给乞丐呢，伊就安尼念咬咬，啊、哦，所以这个布施的心一定爱哦。所以经内底较讲安尼，宁如此施者，得大果报，无量无边哦。你真欢喜，无论你要布施少的布施少，你就量量嘛。但是你一定欢喜，甲摕到手里，吼、哦，一定爱会样安尼做哈。注意这佛弟子吼，你唔通讲哎，甲恁家过啊，恁去摆只，这个施舍心佫唔肯，啊个尤其是吼，施舍了佫在心无欢喜心，安尼就无对哦。我亲像这个上这个菩提啊，伊都布施了，啊佫在后悔讲无采人命，我今仔饭来，互我做干阿食就好、啊。所以你到尾安尼有哪痛苦呢？财善真济，无量无边，伊做修斋路尔，听好无？变修斋路啊！伊比一个贫穷的人较无路用啊！咱个贫穷的人，伊随分啊！我今仔赚偌济，我就开偌济，我卖开过头，但是伊样用啊！吼、哦，不过伊这个人有钱人都有钱人都袂样用，袂样袂样讲正常用，连衫裤也唔敢买，连食饭也唔敢食，某家己的某也不经济，一穿也唔正穿啊！啊，你有什么路用？算不是修斋咯，吼、哦，来了吼、哦。这个菩萨处胎经，他个讲完呢，就是佛说的寄言啦，哈、哦，佛说的寄言。舍得无行人，修根不布施，积财千万亿，清言是我有，人欲。受终时啦，眼见恶鬼神，道方皆其体，无福出入色，贪色虽善恶，受报心苦心。哦，将至受罪处，变悔无所及安尼。即句话是安怎讲呢？就讲世间有真济愚痴甲迷惑的人。咱知影吼，伊根心修宅，一点啊都唔肯布施安尼。那么一点啊唔肯布施，伊积宅有千万亿，即马有哦，几千万的、几亿万的真济哈。因为即马钱真薄，所以即个一千万、几亿万的这人现实也真济。咱台湾都有够济啊，安听吼，即马钱真薄啊嘛吼。你甲看一块都市计划路甲开过，伊在政府补偿伊就偌济亿，啊那无伊买起来呢？譬如讲田本来一家甲偌济呢，开了变一平几千，啊是一平几万，安尼起来不然间铺价就几亿啊！安听吼，真有足济这个代志。但是这种积财千万亿的人，伊家己拢会讲讲，这物件是我的，这金钱是我的啊！伊即嘛拢过掉咧，吼、哦、过掉了后呢，伊讲。到伊临命终的时阵哦，临命终，因为这个业障的现前，所以有真济鬼神会予伊看到。啊，那会鬼神哦看到，就是这个过去的业障，所以会变作伊的父母来予伊看。啊，那无得来个讨命。这个我有甲咱讲个，人要死亡的境界有两种恶相。啊，那两种恶相，有个人是看到地狱相。地狱的各种情形，啊，加这个鬼道中的各种鬼灵安尼，吼、哦，这我捌伫迄个六道苦报内底，我捌说明过。那么那是这种的哦，看到地狱上的人就对着地狱，看到鬼道上的这个鬼灵啊，那么这个就对着这个鬼道。有的人是看到家己阿公阿妈阿祖阿姑阿姨，拢天天跪在伊迄个病床的边啊安尼，吼、哦。你若是捌去顾病人，就看到这个病人有去讲，就家己去念，念阿公、阿姑、阿啥，直直叫叫遐亲戚，啊才叫叫了，人家问我你是去啥？用阿我都阮阿公他妈徛伫遐，啊阮阿妈徛伫，阮阿姑徛伫，但是伊所讲拢死去的人，那么这个业障变现出来，那这个差不多要累啊啦吼，死前的相，按了解吼，那么以前呢，他讲一句眼见恶鬼神嘛。甚至呢，即卖来，较什么叫做道方阶级？提讲人要死去的进程哦，要死的进程，会大叫大哀啊，就是有迄个刀，吼、
啊，甲迄个真来的风，直接甲挂伊个身躯，所有人个大叫大哀。因为这个内底呢，经典是有呾，比如讲人死亡个进程无得到善终，差不多亲像迄个骨个白壳，因为骨肉含壳是黏掉，你硬要甲揪起来，迄种个痛苦。就是咱人的灵性内底要脱离这个肉体吼，迄、那个艰苦，所以有一挂人直直哀直直叫嘛，迄、那个癌症的人较会安尼嘛，所以迄种的人拢对着轨道去，所以迄种的情形就较紧甲住迄个个诶安眠下，会通个准麻痹准困哩安尼，吼、哦，真大多数要死亡的进程，拢总是这种的现象出来较济，安怎样？所以今仔日修行吼。所以我即马先讲一句，讲无得到好生，嘛得到好死啦，听无？那即马真济人90%是无好死嘛，有诶拢出车祸啦，有诶安怎又告死，安怎又死，拢真济即个怪现象啊。那么即个死去的，拢差不多对着三恶倒去，啊、哦，即、這个爱注意。但是修行学佛的人，哪个安尼死都无正确啊？恁知影无？为什么无正确？因为无修改。这个业障无背开，甚至阁未用回向，因为伊无修改咧，无修改了，这个天神护法无伫个身躯边，所以伊要死亡进前业障拢现前，就大叫大哀。但是那是有修改就未哦，有修改有去忏悔，那么这个功德回向拢总含能同时化解。所以咱唔卡甲咱讲，一定爱先回向周边的冤亲债主。对无吼，会记住咯，一定爱回向，因为这是咱欠人的。啊，回向福音，有那含弥勒菩萨结缘。佮再来哦，有时阵咱过去世的这个六亲眷属，啊，累世的爸母，啊，历代祖先，这含咱拢有一个因缘的交定。但是今仔日无回向，反正家己的公阿妈嘛要甲你扭落去死哦。为甚物？我都捌甲咱讲过，譬如讲有迄、那个。八关斋戒中间有迄个老阿伯啊，老菩萨来讲，师父，我甲你请教一下，讲我拢不是看阮新妇伫我床门床边，讲啊，你的新妇在生安怎，含你安怎？伊的新妇就是因为伊因后生甲娶入门了，迄、那个家庄无欢喜，大家无欢喜，安怎样吼？那么搁再安尼不是安尼甲。安尼家糟蹋，就是大家糟蹋新妇。那么呢，佮逼逼佮生两个囝，还佮离婚。那么这个新妇离婚了后，准安尼不准，到尾去自杀。自杀因为伊死了哦，跨界迄个囝两个囝，佮再佮叫别人做妈妈嘛，做跨界这个囝不是得等下滴，大家也蒙成情呀。大家不是怕到尾怕到破病，所以不能开心。另外一个新妇，做人的新妇来跟我说，说师父，我不是看我们大家在我的门床前，我的门床在坐，这样我晚上都不是没睡着，说你在生对你们大家怎样，眼泪就流出来，不好啊，不好，因大家要死的时候真不甘愿了，所以死去了落轨道嘛，落轨道就不是等下糟蹋新妇啊，吼、哦！所以今仔日呢，会继续佛教导以孝为先咯、哦。所以今仔日咱为什么爱回向？因为咱无量劫以来有无量的祖先，有无量的父母，有无量的六亲眷属，咱难免拢会结怨啦。咱无闻佛法啦，会结怨啦，会结怨，即马有的是足济伫轨道啊。所以咱唔敢讲，有时阵依赖咱的身躯边，有时是无伫咱的身躯边，所以一定爱回向。实在修，实在忏悔，回向功德对第一周边的冤亲债主，第二六亲眷属，累世父母历代祖先。好、哦，安尼来呢，将来咱要往生，就无再物件甲咱干扰，菩萨要接引嘛，真好接引啦。会记住咯，唔通做亏心事，但是今生今世一定要好好礼佛忏悔，不管在第几做。那无要得到善终真困难，但是佛弟子给咱把这个法，一定要安尼如法来去做。请大家记好，凭有不管在家就去做，去参加。你若要个救度，你所有的这六亲眷属，你有哪该招来做？
安尼一开当得到善终，那无今生今世真济人，拢差不多癌症死啊，大部分啊，差不多70%癌症，20%外，他出点欢喜好死的，哦，因为恁来甲看每一年的这个十大死亡的这个因，安怎死的几个人，安怎死的几个人，拢总报纸拢登记出来，哦，所以真来这唔较简单讲安尼，哦。眼见恶鬼神，啊，甲刀锋改机体，搁再来呢，无火出入色，甲现呢，差不多刀锋要改体，伊这呼吸就停止啊啦。出入色就讲这个呼吸就停止哦。那么这个贪色，譬如讲伊一生真健贪，迄、那个贪的业色，吼、哦，较随意今生今世这个善恶，而这个心意了，去受到这个苦报安尼。注意，各人做各人报啦，哈，会记着啦。善恶绝对有报，紧甲慢，吼、哦。所以呢，将来哦，将至受罪处。譬如讲，伊今仔日健贪，健贪所做的这个罪恶，伊应该伫这个果报上，安怎样去受报？他照迄个果报去果报的所在，因为健贪的人大多数上品拢落地港嘛，中品落轨道，甲落畜生道。哦、所以到尾到迄个时间，伊要开始反悔，已经来不及啊！伊受着苦报了，要反悔来不及。要注意，绝对袂使减贪，因为减的人不舍，搁再加贪，伊就不义啊！伊不义就罪孽啊嘛。那么减伊不舍，就无后福。所以这个减贪是相随啦哈，两项代志拢对做伙。即摆下面这段就是《萨迦尼建筑经》。来对人一个寄言讲安尼，贪人得积诸，得不生厌足，得不生厌足，哈、哦，无明颠倒心，相念轻损他，现在得万精，下心对恶道，是故有地者，应当念地足，哈、哦，小财不报施，总计穷人低。下心空手去，恶鬼中受苦。饥渴寒热顶，右臂上煎煮。地者不积诸，为破坚贪故安尼。所以我即马客即拢佛陀讲的话哈，因为在经当中是佛陀讲的，吼、哦、是法会无同，啊即、这个因缘无同，说的法无同尔。譬如讲《处胎经》啦，吼，啊是即个《净一阿含》啦，吼。啊，是是，今晚要讲的这个，这拢有相关的道理。啊，我再多有看到，那无看到，我那未用其他资料来补充哈。伊个讲，这个贪的人呐，哈，拢直直欠安尼。啊，一线欠两线，两线欠四线，咱直直欠，直直积，直直欠，直直积啦，有无？哈、哦，啊，事实讲欠嘛是正常啦。唔过在差地上呢，伊无生这个厌足的心。哦，得不生厌足，一得阿要去爱。那是讲今仔我有灾，我要爱去较济安尼，不知足啦，这个就不知足。但是这种的心就是无明颠倒的心哦。其实吼、哦，注意，这个心理那是健全，得虽然，听好无？得虽然咯、哦，但是一定爱去在会向正道思想。一定爱会用安尼，所以这种的人，伊思想心计想，想讲要安怎样讲侵占，这个叫做侵损他。因为这个侵占安怎侵占？譬如讲做生意侵占，应该5块10块，你得要卖人20、30，这个就是侵占哦哈，干杂的侵占，要注意哦。那是有机会就要退安尼。你敢不知这人哦，即马真真正正有够害害，唔是即马尔啦。我甲你讲，唔是只，阮细汉迄吼，对即个人心，阮就看出即个问题啊。安怎样讲呢？我即开始捌讲过，阮迄囡仔时阵，拄啊一定差不多15、16岁啊。15、16岁呢，因为阮安尼有够作业的作业啦，去摕迄个歹布袋，啊，甲织甲一弯一弯安尼才大弯，啊，外口用包装纸甲包安尼水水安尼。吼、哦！啊，阮15岁囡仔咧，啊，将来甲等在迄个大路边安尼，
安怎样吼？啊，即卖来骑车的骑过，看到较紧过石头，安听有无？石头，而且车间挖过来，惊人退去啊！即卖有诶冰车，安听哦？啊，有诶，我即下边仔在甲看看，有伫安尼踢踢踢，唔敢落去踢，安尼踢踢踢。啊，有诶呢，一个落，啊，甲退起来，即卖第二讲我有分咯、哦、哈。伊讲我有看到，我有分啊，啊两个在多偷，偷偷在多去扯安尼，安怎样？哦，迄是阮作业的啦哈。不过看出这人的贪心就对，安怎样吼？所以应该圣贤的人君子是乐不思蜀啊，怎样吼？迄都唔是我物件，我唔免得共客转来，但是伊在两个在抢咧，在偷安尼。哦，这个叫做啥贪心啦、啊。那么那是客等的嘛，是叫做侵占嘛。老人捡的物件，你无客气交，就侵占嘛。安了解吼、哦，这是给讲相念侵损他，甚至呢在现实的中间哦得万千啦，因为侵占来侵占去，所以显出各种的这个万气，啊较静心。所以兄弟啊，那安尼就有那会安尼啦，兄弟姊妹安尼。就有这个万金，会记住咯。经济报纸吼报安怎呢？一地外好笑的。其实这也是兄弟间的无良啦。兄弟的中间，爸母拢总分了，剩一块一片的地在迄个地方恁。其中一位，伊的厝起起来，在侵占到这个空中，在一个触角。你敢知？这五四个兄弟啊，中间三个总过这个，讲迄个触角爱挂起来。所以这个做什么兄弟我都不知道，那个触角要卡过去到顶馆报纸报给人记者去访问，他说是争一个争一个什么原则，我说那个黑暗心不知道什么原则，不知道这莫名其妙，这种的人道是说这实在是禽兽不如呢，人应该有去说兄弟如手足的、哦、为什么他那个一片地中间其中一个触角痛过，安尼尔未使一，想看麦？注意学佛的人啊，若是安尼吼，我甲你讲，你唔通挂手珠哈、啊。甲咱的世尊下体面，听无？那个无福，较钱都无福啦。迄种的人，我甲你讲，也无好子弟啦。互因听到有哪不要紧，迄种的人报纸有报在，看迄啥物人。那哪有什么好主题通去存？那到尾嘛是后半生嘛是兵工薄，因为太健谈嘛，太无义，无兄弟手足情，就等于无义。伊对兄弟，迄、那个一片地都会计较；伊对社会人士，我跟你讲，伊嘛无良啦，对不对？既然无良，伊哪有后福？伊无后福，当然伊就无出家儿好家儿孙啦，也家儿孙咪败害啊，这必然的嘛。有个人安尼，老爸老母一个死。阿未大个哦，迄、那个大家看，迄、那个手，迄、那个银行簿啊，规本拢摕出来看卖，唔通去哦，啥物人摕去安尼？有哈、哦？有安尼有无？有够济啦！有啦，唔是有尔啦，哎，大有诶啦！莫名其妙呢，这种人实在是莫名其妙。哦，唉，这边呢讲笑都安尼唔该乱啦，吼、哦。所以心内底唔敢讲得万千嘛，听吼。但是呢，这种的人哦，伊将来心那是下掉，就是讲这个生命到结束，伊拢对恶道啦。吼、哦，这佛陀讲的哦哈，佛陀讲，因为这个因果就是安尼啊。所以是故，伊讲是因为安尼，所以有智慧的人哦，应当念地藏，应该是用想念我今生今世。我有安尼就好啊，有安尼就好，注意要安怎，较紧学佛啦，生活会当过就好嘛，对不对呢？你何必就一味去强求呢？强求要创啥货？注意，因为后壁有真侪人要等你甲你退啊，有时阵贼啦，有时阵水火啦，像即卖你甲看台风一个安规个迄个山坡地，还财产，迄、那个叫做不动产嘛，煞变移动，煞都无去嘛，应该大家看真清楚啊。有的一间大楼都烧烧都无去啊！你看一间小间，人政府改讲未使搁再修造，爱搁再卡起来。
你敢知伊要搁起价要几亿？四十亿，无四十亿起袂起来。挂内底装，敢若外包爱二十亿以上，安尼伊要创，伊证书要创啥？迄水火无情，一日都无去啊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注意一定爱了解哦，应当爱知足，唔免直直贪求啦。贪求到尾你伫造业呢，食老你就半身不遂啦，话无啦，业障现前啊，再歹问题拢生伫个身上啊。真济人就是安尼啊，食老了就变无健康，因为安那，伊上半世为着贪取金钱做无良业，到尾就闹歹命嘛。就是你财产是乎你个家子孙，但是你本身个受苦，安了解无？你唔是你本身今生受苦呢？你死了死了，伊个对着恶道来去呢？有啥物路用？注意，一定爱对人生吼，即、這个会彻底。到底人生什么叫做人生？彻底去了解，哈、哦，安尼来较袂作孽。所以今日你较去讲安尼，孝财不报私。你有偌济，啊，你坚守，你应该对这个公益的慷慨，你阁唔肯报私，厝边隔壁有甚物看得袂拄好，你阁唔肯报私，哈、哦，你仗义恐人知，你藏起来恐惊人知影。但有一天你下心就说这个仙姑放下了你空手去啊，那么你敢大去？没啊，没大去，大什么去？大那个业，因为你一生为了金钱而争取，你只有带业去啊，带业带去对去，带去苦道人恶道人啊，这个叫做下心空手去啊，在恶鬼中受苦啊，因为你今天这见贪不正福，到尾对了就是这个恶鬼道，饿鬼道的情形，颔管啊，洗啊，家己啊，连一滴水都吃袂落，甚至有时候你捧恒河水起来要吃，迄恒河水变血重，你阁吃袂落，甚至有时候乎你吸咧到嘴里呢，这个嘴骨拢吐血出来，吼、哦，啊，唔过枵枵袂死哦，这种鬼啊枵袂死，人讲较紧死死的，较紧死死会变啦，变做白刀去，唔过这种鬼啊吼，有时候骨啊夹底啊枵枵袂死，虽然做妖鬼。啊，不过枵未死安尼，听好无？一滴水都啉袂落哦。啊，有时硬啉落了，规个腹肚拢起烧起来，安尼加滚。即我有写伫迄本《六道苦报》内底哩吼，即佛道内底，即经藏内底讲得真清楚哦。饿鬼中受苦，但是受苦中间搁在饥渴寒热，吼、哦，即、这个就当饥寒的地角，啊，甲即个寒的地角，湿寒地角，甲湿热的地角，吼、哦。右臂上前处，这个就是有时阵落这个汤锅啊，内底的这个地角，吼、哦，就是这个尖甲柱的这个地角。但是伊即马到尾啊，佮咱讲两句话：地价不积足，有智慧的人，伊绝对袂讲因为财产积积条咧，吼、哦，有智慧的人无哦，所以伊会破见贪安的。所以学法吼、哦，就是要知法。上界无伫人道边怎样提升起来呢？你一定爱了解，迄、那个布施就是度见贪，安怎样？但是布施量力，唔通去讲借钱布施哈，这点请记咧，唔通布施了产生烦恼。量力等我今日去做迄个本事，我做到我应该做的安尼就好，唔是讲我今日来对花啊，啊你若对花是你偷会得就好哦，但偷未得唔通勉强。因为布施卖产生烦恼，也卖产生讲布施事后的一种痛苦，这点卖注意吼、哦。我都量力，我都有机会，我都做。厝边隔壁有这款家门不幸，也是讲有个人即卖，比如讲啊，到这户较贫穷，忽然间囡仔要注册，你就知影，你去过甲帮忙。这在人道上是一定爱安尼。啊，就讲隔壁邻里中间有甚物人较不幸发生代志啊，注意。你去含李长、林长参详，伊欠啥，我家己道出。你甲出官差嘛是应该啊，对不对？听无？你甲出啥嘛是应该，因为人道上这是应该互相的嘛。哈、哦，出边隔壁那是讲无米，无要紧，你家己道款过去。你都有够迄个充足的一个金钱，你家道款过。听无？三宝中都需要恁来建立道场，那是讲推行的这个佛法。当然，三宝嘛是爱靠诸位啊。哦，你都唔通坚守，所以无论是民间还是讲这个三宝，这个应该有你做的机会。那么
你甲看下面这两句话，地价不积租，那么为破兼贪过安尼，安尼来你修福无穷。因为你有安尼种，就迄个修福；你若唔肯种，就无修福噶。安尼了解吼，这点一定爱慎重，爱好会用家己处理，无你积海要创啥啦吼？这是实在代志啊！你积海要创啥？你唔为未来打算，你积海要创啥？